大家下午好呀，欢迎来到直播间，我是梨席猫。下午好，下午好喽。哇，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你们好呀。刚才是花滚滚跟他在一起，所以我才拿到这里来拍，结果花滚滚又跑了。乐，乐乐听到狗叫藏起来了，他听到啸天在叫，他有一点害怕。因为那个他爸爸今天说要把他们分开带出去遛，已经可以遛狗了。结果呢就先带了这个充气猫来了。充气先带了那个谁，先带了那个 Rio 去，夏天没有出去他就生气了，在屋子里狂叫，乐乐就吓到了，就藏起来了。你好呀，你好呀，爸你在看什么呢？宝宝，快乐姐姐好，班长好，灵儿好，金块好，咪咪好，小林好，他在看下面，估计是有下面有流浪猫或者什么在移动，就是有在动的。剑锋好，当家好，小修好，西西好，估计下面有什么移动的东西，他在看。这个猫一直很皮，不是最近很皮。宝宝好看吗？宝儿听到啸天叫吗？他一直在叫。谢谢金块的投喂。你好呀，你好呀。一下子多起来了，念不完名字了，念不完名字了。工程师好，夕颜好，飞鸟好，小风好，嘟嘟好，瓜妹好，瓜妹好，瓜妹来了。好，我们到阳台去晒太阳来了。小娘，牛爸爸，飞蛋好，下午好，雪猴好，英文名字朋友好，都好都好。出黑猫好，好，不念名字了啊，到此结束。念不过来了。其他猫在阳台，我刚才去找那个矮的直播架没有找到。圆圆在拉粑粑，刚拉完，拉尿尿不是拉粑粑。飘哥在睡觉。今天不洗狗，狗前几天才洗了一次，因为本来是刚洗完狗，然后呢他拆家，结果又被洗了一次。狗现在真的很惨，所以今天他爹就带他出去遛了。再不遛的话估计这个家就要毁在狗的手里了。我的钱不是都被他们花的吗？我自己都没有花到在自己身上。我的钱都是猫花的，不光是我们家的猫，还有流浪猫。妹妹今天干什么呀？今天你想干什么呢？我听你这个话好像要开车呀。你想干什么你给我说说。对，都是吞金兽。今天就唠唠嗑呗，然后聊聊吃的。我们每次不都这样吗？今天虽然是有一点那个，今天是虽然是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冷了，但是呢还是那种我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有一点湿湿的感觉。你看瓜妹她很喜欢这样的，瓜妹最喜欢这样做了，好可爱呀！妞妞不知道在哪儿，等一会儿她会出来的，吃饭的时候她肯定会出来的。今天肯定是要梳毛的，给他们梳毛，因为掉毛季毛掉得很厉害。你看大头，大头就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淘淘，小宝又来了。等一会儿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我在这里。小圆吧，夏天还在很努力的叫，妍妍，妍妍，圆宝宝，昨天那个肖萌萌说要给圆圆织一个很好看的一个小领围，就是围在这里很可爱的那个，要给她钩一个，用钩针和毛线给她钩一个，然后她叫我量她的脖子，我就去量了一下。其实是20，但是我给他说了21，因为要预留松一点点嘛。然后他说我一直以为圆圆有24的脖子，就是这个宽度。我说圆圆是一个很小的猫，我们家倒数第二小的猫个子。它虽然肥嘟嘟的，但是它很小，它个子很小，就跟小宝一样，虽然是肥嘟嘟的，但是就一点点大。妍妍。妍妍很忙，妍要吃吗？小糖宝在睡觉，马上卖萌，一看我过来了，马上卖萌。糖宝宝。糖宝最近有一点瘦，但是身体又没有什么问题，吃啊喝呀都挺正常的，毛色呀精神呀，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个谜，我也不知道谁弄的，反正就看到一块玻璃，然后看到你这么小气的吗？啊？摸一下怎么了？摸一下怎么啦？你就说，伸懒腰，摸一下尾巴啊，摸一下尾巴，好小气的，太小气了。毛毛，你笑话我是不是？我看到你在笑话我。哎，多多，多多很坏的，多多，Rio 已经洗过了。现在就是夏天没有洗，今天这种天气就是感觉衣服也凉飕飕的，被子也凉飕飕的，不知道怎么讲，就昨晚不是还烤火来着吗？到了晚上它就很冷，所以还是不敢给它洗。因为胖虎看起来啊个子有这么大，但是它抵抗能力不是太好。我们家今年它刚来没有多久就感冒了嘛，坑坑坑的打喷嚏。所以就要等到比较，对，昨天还在下雨，下很大的雨。今天院子里都还是湿漉漉的，等到那个再热一点儿出太阳的时候，然后就给它洗，因为也不知道它到底让不让吹风，不是没有给它，对对对，就是叫春冻，对对对，快乐姐姐说的太对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冷冷的感觉，但是它其实气温又不低。看妹妹，它的胖虎的身体没有这么好，抵抗能力没有这么好，所以还是等到比较热的时候，万一它不喜欢吹风，起码有太阳可以把它晒干，对吧？小熊好贱啊，小熊，它去把人家打下来了。下午好，下午好，你们好。哦，这个叫倒春寒。哦，他要挠，把人家赶下来了，他才去挠，坏得很。我们家的猫太喜欢烤火了。刚才你问我那个，其实本来是绝育的那一部分已经做出来了，但是后来，
看完以后觉得后面还是差那么一点，因为后面剩下的比较多。总共绝育猫的这个流浪猫的视频呢，剩下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剩下一些什么东西啊。一个是他们绝育那医院里面呢就没有拍，因为有些医院他不喜欢你拍，对吧？你如果是打个比方，如果他有某一个部位做的不是那么规范的话，万一给人喷了就不好了，所以医院就没有拍医院的部分。那只有在家把他们先麻倒了，就是诱导麻醉，然后再送去医院的那个之前的，然后还有在医院里面给他们剃肚子毛的那些有拍，其他的就绝育的过程本来也不能拍，拍了也不能发出来，就没有拍。然后还有他们的蛋蛋，这个是一个绝育的过程哈。然后绝育完了以后回到家以后的生活就是怎么养护，怎么养护的有一部分，然后还有一个是把他们放归，本来是怎么打算的，后来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一个放归。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看他好可爱，他那个胸肌都挤出乳沟来了，看一下，这个寡妹好可爱啊。然后就是放归完了以后呢，我们家是怎么收拾的。麻醉啊一般都是一个小时左右吧就能醒。然后就是他们放归了以后呢，我们家是怎么消毒的，因为也想就是在拍这个视频本来就是告诉大家流浪猫怎么去给他们绝育，怎么抓捕，然后怎么去在家里怎么去照顾他们，就是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分享在里面。那把他们放走了以后我们家是要消毒的，怎么个消毒法都有很详细，就是都有一个这个过程。那最可爱的是第五天放走的，然后最可爱的一个部分是他们后来回来，很多人就觉得说他们肯定很恨我呀，不会回来呀。但是呢其实在我看了这么多素材以后非常感动，你知道吗？为什么我感动呢？我就不说了，到时候放出来你们就知道了。就是让我非常感动，就没有鬼鬼祟祟，就是很可爱的。到时候还不只是为了吃的，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就是说我认为就是来吃饭而已，然后就没有想到他们其实还是很想念这个家，他们是觉得说这个家还是个家来的。他们会回来睡觉，就是我的摄像头在我电话坏的那段时间不是没有办法去看那个摄像头嘛，其实我每天都会看他们，因为摄像头它有一个提醒就是说有活动的，有东西有物体在旁边活动的情况下呢，它会有一个提示嘛。然后如果我平时的话他们来我都会知道的，就是我的手机会有提示。但是后来到那个我的手机坏了以后呢就没有提示了，没有提示我也没有看那个画面，然后就不小心可能 Rio 就把那个摄像头转到那个笼子那边去了，之前是一直对着他们吃饭那个地方的，然后就看到他们回来睡觉了。就是我给他们弄的那个别墅他们回来睡觉了，你说感不感动？就他认为这是一个家，他不光是来吃饭的地方，然后还为了睡觉和吃饭还在院子里打架，就是感觉他们就像住在院子里一样的。都一天就是该吃饭就看到他吃饭，然后在院子里溜达，然后在那个我窗子往里面看，因为流浪猫走了以后呢我们家的猫它是活动的嘛，就是门是打开的，它们晚上是一到三楼都可以玩的，其实白天也可以的，只是看情况，有时候我要直播我就把门关起来。然后很可爱的是牛牛跟小梨花，然后隔着那个门里面两个小灯笼，外面两个小灯笼，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很可爱，超级可爱。
是吧？我都还没有去看，我要把我现在喝的喝完，我不能再去看别的，要不都不愿意再那个什么。对，所以为什么那天我说，小熊在楼下跟他们谈恋爱，就他们其实有隔窗，在交流，只是他们生活在外面，他们生活在里面，是这样不一样，就很可爱呀。还有就是会拍到小鸟来呀，然后还有新来了，有新来的猫，还有一个是我没有抓到的，就是上次逃跑的那个。在笼子里面瞬间逃跑的那个，我一定要抓到它。然后还有一个是新来的小平头，新来的这个小平头长得很凶，它的那个耳朵是黑色的尖尖的，然后身上的毛，也是黑色的块儿，三个色块儿，我怀疑它跟那个小平头可能也是亲戚。然后这两个猫是下一步啊，下一步要抓的。现在抓猫就比较有四个小平头的，有一个不是我们家的，它有时候会来，看到它，但是它被别的小平头打走了。还是，所以说现在抓猫就比较困难了，困难在哪里呢？就有可能会把以前绝育过的猫抓到了，然后你得放它出去，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抓到那个胖猫，就是那个最胖的。所以我觉得不容易吧，它不像原来我把吃的东西全部收起来就可以了。那现在如果是把吃的东西都收起来，那胖猫只能就说进去一个抓一个，那抓过的你又得放掉，就麻烦了。所以我才会说想那个想快一点，当时是想五个六个都抓住了，这样子一次绝育的话就会未来的抓捕就没有这么难，是这么想的。因为我现在就极大的可能是抓了自己，原来绝育过的流浪猫，因为他们已经把这里当家了嘛。老爷爷在给他的菜浇水，他肯定觉得我很奇怪，这个人总拿一个手机对着手机在说话。绝育过的不可能呀，你怎么把它关起来呢？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在家待着呀。我曾经把他们放走的那天晚上，我是有把门打开的，我是打算就是监控也放在那里了，然后谁回来，愿意进来，回来吃饭完了愿意进来的话。愿意进来的话，当时就是没有交代他们剪耳，因为他们就在我院子里的，所以也没有必要再去剪耳。你们到时候看监控就知道了，他们就是生活在我院子里的。一天到晚都能看到，除了 Rio 跑出去的情况下，Rio 跑出去也能看到。昨天大坝还说看到小黑在院子里晒太阳，所以也没有必要了，我觉得也可以了，也没所谓了。要不回到我们家都还是可以，都还是可以那个的，都还是可以剪耳的，肯定有的。每年其实我都有在做，只是不拍而已，因为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素材量是有多大的。就是其实从所有的这个过程把到他们走了以后啊，这个所有的素材。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整理了，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没事呀，我认识呀，我认识他们呀，不会重复抓的，而且看得到的呀。如果是我的院子里的猫，我才会去给它绝育，我不会把外面我不认识的猫也给人家绝育了，就是我要喂的猫，我会绝育它。如果是有别人喂的猫，我就不会去绝育它，那是别人的事情。我的声音它就是这样的，不是感冒了。我也看到，视频的弹幕有人说我感冒了，其实是没有，我没有感冒。这个多多。
我的声音就是这样的。哦，我也感觉要下雨，闷闷的感觉。刚才说到什么了？啊，说到那个后面的那个续集，所以本来是绝育的已经做完了部分，但是在考虑把哪一部分就是后面的，因为太多了嘛，把哪一些就分成两集的话，怎么个分法？三集呢又短了，三集就有一点水视频了。说真的，良心来讲啊，但是呢，分两集的话呢，又有一点点长，所以再考虑怎么弄。要不今天你们都可以看了。就是做完了以后，把前面这个绝育的部分已经做好了，现在就是看把后面的哪一些部分把它分过来。这里又有一个，那这个买吗？这个关关，哎呦，要跑！我觉得喜欢我声音和不喜欢的都是两个极端，就是喜欢的觉得很喜欢，不喜欢的觉得很不喜欢，就是两个极端。他好好笑啊，自己在卖萌，他自己在卖萌，我都没理他。毛毛，你要不要告诉大家你昨晚干了什么坏事情？这个也是看地方的，像在无锡和上海还有北京的话，广州我不知道啊，北京、上海。无锡我是知道的，就流浪猫绝育的话，公猫是200块钱左右吧，然后母猫是300块钱左右，然后家猫呢是800块钱左右，母猫，然后公猫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大概是这样的。对呀，昨天我不是给你们说了晚安，然后要去睡觉，然后他就要我抱他，我就抱他，抱他，然后就闻到一股味道。当时呢，看他屁股呢，又没有什么东西啊，看到没有什么，好像很正常的，没有什么东西。然后我跑到床上去了，我已经钻被子了，他又来了，我又闻到味道，然后就把它倒过来看，就把这个猫反过来，就是把它的屁股冲着我，然后就发现里面加了一颗软屎，软的屎。然后怪不得发现不了，它不是硬的，然后它不是掉在屁股头，它是夹在里面了。然后我又爬起来去拿剃刀，把它那一块软屎的部分给它剃掉了。对呀、啊，还不算很脏，还能熬一下。小毛现在是长大了，懂事了，它没有小时候那么脏了，小时候真的是可脏可脏了。绝育套餐大概就是800块钱左右吧。昨天晚上，这里发现一个野生老虎，它不让我动它。滚滚。滚滚呢，它最爱舔手，要睡觉啦，它就要来找我抱它，然后舔我的手。有时候呢，我愿意抱它睡觉，但是它老是要舔我的手，我就不愿意了，因为我要干活呀。比如说我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它就要睡觉了，它就来舔我的手。你哪怕在打字，它也要爬上去舔你的手，是不是？滚滚，滚滚。早上也是会为他被他舔醒。你到底在忙什么？你好忙的样子，你在忙什么？哈？哦，狗狗叫，怕不怕？把你送给狗狗啦，好不好？送给狗狗当宠物。乐哥啊。乐哥在睡觉，乐哥不肯梳毛，他很犟的，他不肯梳毛。然后这两天呢，我朋友他有一个那个很好的，就是那个自发性膀胱炎很好的一个药，可能也是跟
修复那个膀胱黏膜还有尿道黏膜的那些有关系的，因为本来那个自发性膀胱炎其实是吃抗菌素是没有用的嘛，一个是要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就是让他们感觉不到有压力，然后还有一个是要多喝水，然后才是用保健品，就是这种药。然后我朋友今天寄来了，我刚才查了一下，下午大概6点钟能到，是一个新药，我来试一下，如果是好用的话到时候就告诉你们。虽然乐乐他没有复发啊，就是他只得过一次这个毛病，然后他没有复发，但是呢根据我自己经验来讲，我总觉得他不去猫砂盆尿尿的话我还是会担心。按理来讲呢，他这个性格有可能他不去猫砂盆呢是因为他不想跟人家共用，我有给他准备那个单独的，但是你想啊，我家这么多猫，不可能就是别的猫真的就完全不动那个猫砂盆，所以呢还是要把这个保健品给他，还是继续吃，吃保健品总比吃那个处方粮要觉得安心一些。对，乐乐是布偶猫，我拿梳子来先给你们乐哥梳个毛，他的毛打结尿尿了，尿尿，嘿嘿嘿，哎呀，看看这是谁？看看这个是谁？哎呀，生什么气呢？那你跟舅舅在这里，跟舅舅在这里就好了。嗯，跑了，我去拿梳子。就是叫不高兴呀，对不对？他的外号就叫不高兴呀。乐亮，呦呦呦。小时候是叫没头脑，大了以后就叫不高兴。给他梳一下毛，他肯定要哼哼的，他最不喜欢梳毛。梳一下，又开始了呢，我都还没有动他。乐，你好像熊二，真的，你看掉毛掉的。给大家看一下你的肚子，像不像穿了一个泳装啊？还是那种连体式的，上面是那个小背心，下面是小裤衩。哎，这么小气了吗？看一下会怎么样，又不会怀孕，是不是啊？再说你也没有蛋蛋了。梳一下毛毛，不应该，可以有，没必要，还可以叫个没必要，来好好梳一下，这里打结了，哎，打梳子，妈妈都看到眼睛都看到打结了，是不是？笑田一直在叫。夏天是不适合在室内生活的狗。哎呀，我梳一下好不好？这个猫呀，这个毛太小气了，你这个猫，我不跟你好了，以后再也不要想吃，不要想吃我的，不要想吃我的独食。你看还要跟我对打，再动一下，再动一下，再动一下，我就给你吃小鱼干。来，乐庞。不舒服吗？妈妈跟你说，对不对呀？那晚上谁要搂睡的？是谁要搂睡的？我要把你的糗事说出来。每天晚上要搂着睡，要抱着胳膊。快点！这个脚丫是什么东西？硬硬的。你踩到屎粑粑了。来，你看它，嘤嘤怪。行啦，你个嘤嘤怪，还要脚
他叫，这个嘤嘤怪。看一下，啊，不看蛋蛋，没有看蛋蛋，是梳毛。你还知道怕丑的，嗯，害羞的呀？那你就乖一点。乖一点啊，亮亮，萌喵家的那个无敌检查血象已经那个生化已经正常了，真是太好了。昨天我们不是昨天，我们经常还在就是讨论，就是害怕如果是没有这么容易好的话，就说起来以前乐乐生病的时候。我就最怕没有药，就是不怕花钱，是怕没有药。然后现在连口服药都有了，就觉得很开心啊，就光吃口服药它都能好。喂，输一下能怎么样呢？嗯，输一下啊，要咬梳子。来，不用带出去打针，真是太好了。带出去打针的话，它总是会应激，对它。这种传腹这种病来讲是没有好处的。现在还是经常有朋友来问我，就是私信问传腹的事情。现在真的治疗传腹容易很多。你看我跪在地上，真是跪舔你。萌喵说那个口服药的疗效感觉比注射液的还要有效，真是万幸啊，真的是万幸。别动别动，哎呀这个猫太坏了。对，乐乐以前太遭罪了，打的那个屁股都烂了，那么大一个洞，烂一个大洞。如果不给它梳好的话，这些废毛又会就跟那些正常毛纠结在一起，然后就真的打结了，说不通了。好啰嗦的你，嘴特别碎，你像个老太太，你像不像老太太？这里的毛都梳不开，你看一下你自己看，那你自己看啊，那乐乐你自己看呢。假发，玩得很开心嘛，来戴个假发来了。嗯，好了别动了。来给个球球你玩啊，球球。这个猫有一点傻。哎，这能吃吗？嗯，掉的毛要是能吃就好了，就省钱了，没白掉。还没有梳好呢，肚肚都没有梳，你都不配合，是不是不配合？快点让妈妈梳肚肚，别哼啦。逃跑了，已经逃跑了。暖炉吗？你们刚说什么了？我看不见，我现在看啊。你们问暖炉吗？暖炉在房间里。我现在去梳，你说他要不要生气呢？嗯，我想给他就梳梳好了，要不又白梳了吗？不是，梳不梳？嗯，梳一下下啊，我先给你自己玩一下，好不好？你的毛，那搓一个球球啊，你看，乐乐，嘿，那，哎，假发呀，戴了假发就变成。变成那个小王子了。
好不好？当不当小王子？那，哇，小王子，啦，咦，那，那，让他开心一下，再给他输。对呀、啊，我的那个矮的直播架我没有找到，所以这个直播架就是一个高的，不太好用。我看把摄像头怎么放，方便我。嗯，这样吧。又开始哼，我哼了啊，好乖的。好了，不数你了，不数你了。嗯，行了。英英贵。嗯，这是乐乐输出来的一大团毛。太太，你输吗？太太。太太，哎呦呦，毛飘过去了。他看着那个毛飘过去的。哦，打瞌睡了，小头。我想给你们看一下我家每天吸尘吸出来多少毛，等一下啊，我把这个垃圾桶打开。挺脏的啊，看到没有，这些都是吸出来的毛，而且它是一个很结实的团，它不是一个，看到没有，非常结实的。嗯，那天看视频的时候，有小伙伴问，猫砂可不可以用吸尘器去吸？猫砂当然可以用吸尘器去吸，但是你花了这么多钱买的吸尘器，为什么要把它当扫把用呢？对不对呀？大颗粒的东西先用，扫把扫干净，然后再用吸尘器去吸细小的东西。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它都是有一定道理的。那如果是说总拿吸尘器去吸，粗颗粒的东西，它里面那个内芯很容易坏。有钱的话就没所谓啊，可以忽略我说的，换一个，换一个不就完了吗？对呀，每天用吸尘器吸完了以后，就是一大堆猫毛。露露啊，露露洗，帮露露嘞。嗯，懒可以的，就是你不能所有的事情都懒，你要努力挣钱，你可以懒的。真的，我自己就是这么想的，努力挣钱就是为了可以很懒的生活，什么都不干。说笑的啊，嗯，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就可以比较随心所欲，因为人的随心所欲，就是真的还是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不断的在开摩托，嗯，露露在叫，还好没怎么掉，那闻一下，梳好毛毛，掉的一地都是，
给你们讲哦，今年的那个猫胡子有一条很特殊的猫胡子，我一直都忘了告诉你们。我获得了一条特别幸运的猫胡子，是小黑的猫胡子，然后还是黑色的。它有黑色的胡子，有白色的胡子。然后他们走了以后，我在打扫那个笼子的时候，有一根黑胡子粘在了那个他最喜欢粉色的那个垫子上，我就把它留起来了。幸运中的幸运。糖宝宝别动，黑色的胡子我还真是第一次见了，就是猫的哦。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应该不会是小黑的，黑猫也是白胡子的呀，那是谁的呢？后来我就在视频里面去看它的胡子，发现有黑的也有白的，所以果然是小黑的。鸟没有胡子的嘛，对吧？糖宝，糖宝也在呼呼了，也在骂我。来，肚肚，小糖宝，竖肚肚，竖肚肚，别动。脑袋也掉毛。马上好，马上好，好了，到大头了。人胡子哪有这么长，这么长怎么会是人胡子？反正我是长不出来这个胡子。他头到你了啊，他头喜欢梳毛的，他要主动梳毛的。来了，最后梳脑袋，他想让我梳脑袋，最后梳脑袋啊！先把身上的都梳了。大头掉毛也是狠的。哎，等一下梳脑袋，好梳脑袋，梳一下脑袋，他喜欢梳脑袋。大头真是我们家最乖的猫了，干什么人家都很乖，是不是啊，头头？对不对？他最乖了，什么都是第一名。我真的超喜欢这把梳子。来，你躺在地上，躺地上，我给你梳。躺地梳，躺地梳，来头来头，这里来，要在这里吗？好，这里也可以。谁打架？多多，多多这个邪货，待会要教训他一下。他头越跑，别跑，别跑，还没梳完。对了，真乖。哎呀，我大头真乖。对，就是这个姿势，没错。别蹭，别蹭。妞妞在跟小宝打架，头来头，头头，再哼，三个小皮友在打架，别哼了啊，多多，宝不在这吗？宝宝，宝来，宝。是兄妹，不是，那个露露要大几个月，大七八个月。下午好，下午好。哦，吴建红来了，头头还没有梳完，先把头头都梳完。头来头，躺地。你看他好像梳不完了，
什么时候输都有。要是不梳下来，它就会掉在地上，然后第二天早上在吸尘的时候又会一大堆。所以在掉毛季啊，你如果是勤快给它梳毛的话，你家就没不会有这么脏。别走呀，这个猫走来走去的，我拿它一点办法没有。别动，来躺地，躺，头躺地。哎，来了。嗯，好了，躺躺。嗯，好乖的。这个尾巴和身体的结合部是最容易掉毛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打理不到吧，就是动物自己打理不到。嗯，好了，顺了，梳肚肚。好，不梳肚，不梳那里了，那你躺下去梳肚肚，梳肚肚，来躺躺，对了，放倒，直接放倒了。哎呦，他觉得很舒服呢。大头是不是很喜欢梳毛？咬我是不是？嗯，我一边夸你，你一边咬我。行了，走。倒水啦，到你啦，凶鬼。多多好像没怎么掉毛。哎呦，我蹲下来，没有那个低的架子，好累啊。嗯。嗯，开始骂街了，口吐芬芳。哎，咬我！再咬一下。好听话了，叫他再咬一下，马上再咬一下。哎，没见过这么听话的猫啊！跑了，去打大头出气去了。嘴很碎呢，不，很多猫都不喜欢梳毛呀。嗯，我还是坐着梳吧，把猫抱过来梳吧。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你们就说看到没有？嗯？谁说我没有办法给小熊梳毛的？看到没有？哼！等一下，还是不吹牛了。吹牛容易死。嗯，我反过来了啊。我现在把猫抱在身上来梳。一下眼，哎哎哎，嗯。哎哎，梳毛毛不是剪指甲，嘿。梳毛毛，不是梳那个毛毛，是梳你的毛毛。这样看是不是过瘾一点？要不对着那一边拍的话，很难控制那个角度。来，真乖。
小圆是个掉毛精，别动。行了，脑袋、脖颈。哎，好了，梳一下肚肚。好多毛呀，掉的，厚厚的，这上面已经。哎，这样是不对的啊！小圆的尾巴也是一个掉毛高发区，待会一定要梳它的尾巴。怎么每个毛都是骂我的？就没有一个毛表扬我的？啊？那这边梳，好，梳尾巴。马上好。我给你梳毛，你应该送小鱼干给我都不止，对不对？送一条都不够，你还要凶我。行了。跑了。哇，厚厚的毛。看到没有？厚厚的。乖妹妹。好了，乖妹妹，小短手，乖妹妹 ，say hi。乖妹妹就是个表情包，她的那个表情都是很搞笑的，每一个表情都搞笑。别躲啊，别躲，每个毛都要梳的，是不是？掉毛季每个毛都要梳的。他的声音很嗲的，像唱歌一样。乖妹妹，等一下，马上好。你把我搞得像塞班那个女的了，乖妹妹的声音很嗲的，对不对？马上好，别动。马上好，真的，你看掉了好多毛，多，还没有梳到地方呢，就只梳了一边。哎，好，尾巴。尾巴，瓜妹妹来，别动。待会给你们看它掉了多少毛。走，看一下，这是很结实的一坨，结实的。好啦，我们现在看要梳小毛毛了啊，小毛毛，嘿，别动，小毛毛，嗨，给大家看一下昨天哪里被剃毛毛了，好不好？好吧，小宝还没有梳，等一会儿。小宝才没有这么乖呢。小宝有一点掉毛，妞妞不怎么掉。别动。那，下巴。好多脚毛吗？我觉得你是故意的吧。人家不是才剃过脚毛吗？看一下。对呀，你看他想看你剃脚毛，他故意说你很多脚毛。这个人很坏，这个人。舒不舒服呀，小毛？舒服吗？哇，我毛今天真乖呀，真是太乖了，是不是？胸肌要梳一下的，胸肌，手抬起来。
对，就这个位置。哦，太乖了，这个猫。看，人家好乖的。剃什么脚毛？要什么自行车？这个屁屁毛，昨天晚上。哎，你看它这个毛，你就知道，它过夏天是多么的困难。你看这个毛这么长，这么多，这么长，还好。真的长毛怪没有短毛怪掉毛这么多。乐乐是因为它总不配合呀，嗯，一次。就是梳一次不能顺顺利利给它梳好，所以每次梳它都好像很多毛毛掉。嗯，对，马上要到牛牛了，这边屁屁毛梳干净。像猫咪如果屁屁脏了的话，比如说如果不是粑粑的话啊，沾了猫砂什么的，它干了以后你用梳子梳一下，那个脏毛就会梳下来的，所以也不用着急去剃。我刚夸完你，对不对呀？嗯，奶是不是刚夸你了？有没有夸你？刚夸完就开始了，结结实实的，还好不是很多，这么多。来，背背梳一下就好了，就可以走了啊，我们待会就吃东西了。看一下屁股，昨天晚上我是怎么看的呢？是这么看的，是这么看的，倒过来，然后他一直盯着我，我看他的屁股，这样倒过来才发现的。嗯，好了，走了，走。嗯，我看牛牛在哪里。娘娘，娘娘，娘娘，哎，多多还没梳够吗？那阿姨抱。嗯，多多，多多，多多自己来的。哎哎，那你叫我干什么？你不是要梳毛，你叫我干什么？啊？我认为你是要梳毛。我看一下你脚丫是不是裹到屎了，好臭。哎，他真的有一点臭，我看一下，不让看，走。嘿，小妞。哎，不是抓牛牛的吗？怎么抓来了一个小妞妞？嗯，小妞妞瘦瘦的，小妞长胖了肯定会很好看的。嗯，这个鼻屎。别动，别动，别动。我的梳子掉了，等一下啊，我捡起来。哎呦，好了。来，鼻屎抠一下。鼻屎，鼻屎，我不是硬抠的，我是摸的，如果湿我才会给它弄掉，如果是干的就不会给它弄了，干的弄的话会很疼。别动，别动。嗯，看一下鼻屎。嗯，没有了，没有了。小妞妞还是一个小猫咪，好乖的。我再看一下你啊，真乖。小妞好像不会掉毛似的，好可爱。柔骨树，它是最柔的，它可以像弹簧一样扭来扭去的。你看你这个姿势，腿还在这里，脑袋就到那边去了。嗯，那个梳，嗯，转过来一点，转过来一点。
是谁在皮？估计是乐乐在皮。最乖了，我想想，好乖啊，跟胖舅舅一样乖，舒服吧？嗯，舒不舒服？舒服到要睡着了。屁股上，看、啊、尾巴，哎，嗯，尾巴梳尾巴就好了。所以啊，在掉毛季，我们需要的东西其实就是一把好的梳子，然后还有一个好的吸尘器就可以了。勤快的梳毛，勤快的吸尘，家里面就会很干净了。有些他不养猫的人，他到现在他还在会在讲，养猫的人家里该多臭啊！就是只要看到我的视频，他就会说这个女的家里该有多臭啊，家里该有多脏啊。走了，这是妞妞身上梳下来的毛，看到谁了？嗯。你走，牛牛呢？你爸爸呢？牛牛，叫你半天了，你藏在里面。嗯，来，牛牛躲在那个日式别墅里面，很尖的。娘，嘿，小娘，说妈妈了啊！我看一下你的眼睛。这个有一坨岩石掉下来了，嗯，好了好了，舒妈妈，哇，牛牛好乖呀、啊、真乖，下吧。看他这个脚丫丫举在这里，好可爱。是不是很好，没怎么掉毛？因为牛牛是三个长毛猫，是我们家就是逮到了就输的猫。特别是乐乐，刚才我为什么去了几分钟，就是又顺路看到乐乐了，又顺便给他梳了一下。来，肚肚肚肚，哎呦，肚肚呀，牛牛是大腿两边，就这个两边容易打结。乖吗？乖不乖？看我干嘛？他看着我。夏天还在叫，带我出去啊！嗯，嘎吱窝，嘎吱窝，梳一下就好了。牛牛很乖的，一下就梳好了。嘎吱窝，嗯，屁屁，屁屁。哦，生气了，屁屁的毛被我剃掉了。好，走了。嗯，还有妹妹，还有谁啊？欢滚好像都没有好好梳，干嘛打架？给你们看一下梳下来的毛啊。
还不算我刚才丢到垃圾桶的。这是我的手，看这一堆毛厉不厉害。小宝啊，好，我看一下小宝在哪里。没看到他，待会吃饭的时候吧。对呀，还没有到那个，这个梳子他家已经没有卖的了。好像贝多芬家有这个，原来是那个猫咪日本猫咪世界他家卖的梳子，是个日本的梳子，但是他家现在没有了，好像猫咪世界有啊，好像贝多芬他家有，你可以去贝多芬去看一下。就这边可以梳那个打结，就开始如果打结的话就先用这一边梳，梳通了以后再用这一边梳，没有打结的情况下就用这一边梳，就这个梳子很好用。我看一下我周围还有谁啊，我看一下熊。嘿，又梳到他了。行啊，他要打梳子的，看嘛，闻一下。哎，又梳下来几条毛。他不跑的。妹妹不知道在哪里，待会吃东西他肯定会出来的。我看到小宝了，你看俏皮嫩猫。对呀，你想强迫它干什么都是可以的。小宝很尖的，我往那边走，它本来在吃饭，它静静的就藏起来了。适合呀，刚才你没看到我用这个给大头梳吗？我之所以喜欢这个梳子，就是因为长毛短毛都很适合，它不会痛，它不像那种梳子，就是那个宽宽的那种梳子我也有呀，就上面很多齿的那种，那你梳到顺的毛它不会痛，但是如果中间加有这个打结的毛它会很疼，像这种梳子它就不会呀，它过道的地方它就是很细致，很好用。以前我也不懂得这个梳子好用的，是咪咪姐告诉我的，就她这么多年了，她说她养猫十几年了，这把梳子没有换过，就一直都用了这把梳子，所以我才买了这把梳子。手套那个不是梳子，那个只是粘毛器，就相当于那个卷筒一样，就是粘毛用的，它不是梳子。阿蒙还想背书吗？涛涛别动啊，妈妈给你戴一个假发，戴了就成法官了。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啊。快给他截个图，涛涛，哎呀掉了。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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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来你看妈妈看这里，截个图做封面。啊，好大一坨啊，感觉好生气的样子。对啊，这个颜色很搭。哎嘿，掉了，还要玩一下。这一下成法官了，这一下不是法官吗？那我再改一下啊，把造型再改一下。哎呦，这个小熊好嘚瑟哦，它居然敢从我的手上逃过去。我来改造一下啊，把这个头发这个假发我来改造一下，改造成法官那种。多多其实没有，那个谁那个胖胖其实很应该梳毛，但是他没有出来。来来，涛涛妈妈看戴个假发，你转过来呀，转过来涛涛。别动别动别动，我花了这么多钱供你上大学当个法官，好不好？好不好？他不转过来没有办法，来让大家看一眼看一眼啊。你看像了吧，这回像了吧。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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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完全不听我的，没有办法。好好好好，不搞你了，换一个毛啊，换一个毛。我今天不玩一下我就觉得是不爽，换一个毛换一个毛，等一会儿的架子松了。
先把它拧紧。宫廷贵妇啊，我把它整理好，刚才被大头弄乱了一点点，整理好，好了，现在还甚至有一点卷毛。看，等一下啊，看正面，这下好看了吧？宫廷贵妇，还是卷发，我怎么觉得它有一点像那个，它有一点像那个谁，小丸子的妈妈。哇，好好看哦，唐爸爸，现整理，人家模特都是一边换装一边整理的，很好看，她真的很像小丸子的妈妈，樱桃小丸子的妈妈。哇，好漂亮啊，我天啊，包租婆，包租婆，喂，彤彤，好好看哦，好可爱。嗯，奶奶灰，再往前一点点看啊，弄个小刘海。咦，这里好像有一颗痣的感觉，有没有？嘴角还有一颗痣，感觉它像玛丽莲梦露啊，玛丽莲梦糖，这个是玛丽莲梦糖。妞妞，你要试一下吗？妞妞，妞妞都看呆了。妞妞，你看妞妞的表情。哎呦，我笑死了！是吗？多多的屁股脏了，待会我给他弄。啊，妞妞，妞妞，你带一下好吧？妞妞，妞妞，妞妞，你看这个牛在吃枯草，它喜欢吃枯草。你不是喜欢吃嫩草的吗？老牛吃嫩草吗？不是吗？嗯？来，妈妈帮你，妈妈帮你，你这样会那个的，会恶心的。来，妞妞别动啊，妞妞，哎呀，妞妞戴也好看，妞妞，别动，妞妞，你看，妞妞，哎、假发掉了，嘿嘿，算了算了算了，扔掉。好了，我们准备开饭了。嗯，准备开饭了啊，小熊戴不知道会怎么样了，小熊。算了算了算了，不要你带了，哎，扔掉。应该拍个视频的，肯定很有趣。我来看一下多多的屁股啊，你们刚刚说脏了，但是我这个架子没有办法放低，你们就看牛牛和妞妞吧。我来弄一下他的屁屁，他以为他爸吃的什么好东西，吃的好香啊。谁说人家屁股脏了？骗我！没有脏，你肯定是看错了。咦咦，现在应该可以戴假发了。这个时候应该戴假发了。我的假发已经被我扔掉了，没有了，没有假发了。妞妞，没有假发戴了，遗憾吗？嗯，我看一下啊。妞妞，虽然奶奶刚才已经扔到垃圾桶了，但是它不是很脏，还可以凑合戴一下，还可以走完这场秀，好不好？那。带不带？不愿意。好，我们准备吃饭饭了啊，准备吃饭饭了。妈妈，你要吃冻干吗？妈妈，他不理我了，梳毛生气了。
妹。你们看这个小熊，好可爱。谁要吃？哎 ，Rio 回来了 ，Rio。等一下啊，等一下，等妈咪吃完饭，我再放你进来啊。Rio 回来了，在门口。乐乐，来吃饭，快点。阿毛这么生气吗？阿毛气到都不愿意吃东西了，你看，他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在这弄得那么响，他都不看我。这回是真的生气了。那几个猫都不积极，可能是下雨的天气让他们觉得有一点小忧伤吧。偷偷摸摸的，毛毛碎碎的。人不记小猫过，你生气我也不生你的气。快来了，毛毛，毛毛，没说你，没有说你，快来了，不生气了，快来，来了，气鼓鼓的。吃哎，还有阿毛不吃的东西。妞妞来，妞妞，妞妞，都不来啊，都不来，都没有了。这几个猫好奇怪哦，啊，什么情况？怎么回事？怎么今天吃饭都不积极呢？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拿到他跟前还是吃的，大桃你就在那里犟啊，大桃，他很犟的，我叫他他都不理我。呱呱妹怎么不吃？呱呱妹，小鱼已经吃完了，你就在那里生气啊！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跟我和好了，我们俩再也好不了了，知道了没？再也不跟你好了。你看他在那里生气，反正我是不跟他和好了的。
你吃不吃大饼？嗯，吃不吃？要吃，那你自己去找。没有了，现在都发完了，气鼓鼓的，已经没有了。嗯，不用看我。对呀，他现在没有了，人家都在吃了，没有他的了。左看看右看看，生气死了。没有你的了啊。那青云，我连吃剩都不给他吃，让他傲娇。熊宝宝去哪？看人家熊熊都多乖的，你不要跟着我，没有你的啦。要来撒娇了的，哎呀好气呀，连小熊都有了，他气死了。活该不活该你啊，妈妈，活不活该？不理我了，他好气呀、啊！小熊吃的好香，不理他，就让他，就晾他一下。乖妹妹，嗯。宝儿不吃吗？宝儿，啊，这样，嗯，今天给的是这个羊肉，他们我们家有一些猫不怎么喜欢吃，有一个羊肉的，有一个那个，鸭肉的。我都没找到胖虎，胖虎可能他听到那个狗叫，他一直在床底下。胖虎本来就是不吃那个罐头的。嗯，大头吃了。毛毛，待会儿给他吃那个吧，给他吃冻干吧。大头吃的好认真啊，不是，他是挑罐头，胖虎是真的不吃罐头。看他那个肥爪子，好吃吗？嗯，吃了吃了，知道你好吃了，吃了。这个耳朵好大、啊。这次获得的奖金4000块钱，可以买不少罐头了。其实我已经买了2000多的罐头。因为还要缴税呀、啊，20%的个税，所以呢，4000呢到手里呢就是只有3000多一点。嗯，已经买了2000多的罐头，然后再准备给自己买一点好吃的。昨天发了红包在群里，抽了一个小奖。然后总共花掉400块，哦，不止500块，就差不多了，就等于这笔钱昨天到手，其实还没有到手，已经被我花完了。
不是呀，不是。饭团也在直播吗？竟然跟我抢生意。微博，微博。瓜妹刚刚吃了一点羊肉的，现在是在吃那个鸭肉的。灵儿，你有一点坏，你还想跟猫抢吃的。我的群啊，那个是微博群才能发红包，那个 B 站的群发不了红包，所以我没怎么在 B 站的群。B 站的群我也没怎么看，因为我觉得挺麻烦的，总要回到那个首页，然后再去打开消息才能看到。我不管，他跟我抢生意了，我要骂他。毛毛不吃，待会儿给他吃，待会儿给他吃别的。乖妹妹，好吃吗？乖妹妹。都剩了一点，看来今天他们胃口确实是不怎么样啊。他头还要吗？给小熊吧，小熊肯定没有吃饱。那熊熊，那熊熊妈妈放这里，来了。我多多也没有吃饱，把大头没有吃完了给多多吧。就像人一样，偷吃过的菜，然后要把它整理一下，要弄成好像没有吃过的样子。虚荣心，不是虚心，这个就是虚心了。我一说你们就知道了，我以前肯定经常偷吃菜。那我多好可怜，都在舔碗。谢谢投喂。小熊很能吃，就是大家最后都没有吃完了，最后都是小熊吃完了，滚滚早就剩下了。多多还好，他来我们家之前呢，他妈妈说他有一点软便，但是确实来的那几天是拉肚子，然后他也不叫拉肚子吧，叫软便吧，然后其实是大头在拉肚子，我不是一直在给人家多多吃药吗？多多一直在哭，我不吃药，不是我拉肚子，我没病，然后我死命的给他灌，然后人家大头在旁边，我生病了，我要吃药，我拼命的不给他吃，其实是大头在拉肚子。然后后来呢，就一直都没有软便过，包括他自己吃那个，吃我们家的猫粮，本来他妈妈是给他带了那个 Now 来的嘛，但是他就喜欢吃我们家的猫粮，就可能是随其他猫吧，就吃了别的猫的猫粮，也没有软便，吃罐头他每天吃的是最多的，也没有软便，所以还好，我觉得他接受能力还是挺好的。对呀，多多好可怜啊，明明没病偏要吃药，非要给人家吃药。多多最馋了，多多。好了，那多多吃这个了啊，我们去吃别的东西了，好不好？妈妈，妈妈，毛毛。我坐在这里观察呀，我在这里观察，就发现是大头去拉你拉粑粑，然后拉成那样了。我看了那个塞班，我已经被洗脑了。快吃快吃，他听到我们说要吃别的东西就不吃了，这个坏猫。多多呀，他凶猫，他不凶人，还好。
水没有吃完呢，这里还有一点。乖乖妹的，乖乖妹吃剩下一点，乖乖妹不喜欢吃这个羊肉的。好啦，都吃饱了。嗯，你们看台，我把碗收拾一下，拿去那个放一下，就是用水泡一下，要不那个不好洗。我一直都没有给宠物买洗洁精，我不知道哪种可以用。他们说可以用那个婴儿无毒的那种，但是我想，人类没有毒的东西对宠物应该不一定没有毒吧？就算是婴儿的，现在都是用那个热水，就是把那个水烧开了以后用来烫它，用来烫那个碗。晚上睡觉前，喂完那个宵夜或者什么，然后就把碗拿。用开水烫一下。我们家这个房子没有洗碗机，也没有那种消毒柜，它有是有，但是是坏的，除非重新买，但是这个房子又不是我的。对啊，在门口很着急的在等。如果我现在把它放进来，地上小熊的没有吃完的东西就要被它吃掉了。想吸头头呀？那你来我家吧。但是你要带上你好吃的东西。太太，太太，我要把你送去吴建宏家，他家有好多好吃的东西，一天24小时都能吃。小熊本来想挠爪的，被他叫了一下吓到了。不能进来，给毛毛喂完吃的再放你进来啊，你等一下好不好？等一会儿啊。狗子有什么不喜欢吃的吗？你说他什么都喜欢。我先把门关起来，先让他不叫，然后喂完猫再喂他。等一会儿，你上去等一会儿的，他可能没有水喝了，等一下我先给他倒水。来了，妈妈。这个小可怜自己躲在这里生闷气，再也哄不好了，他在威胁我，再也哄不好了。你就说我家里环境好了，昨天还有一个人说我这么小的房子养这么多动物，真是把动物委屈死了。我在想呀，我也没有办法呀，我再努力也就只能住个这么大的房子了，也没有办法了。不知道呀，说我的猫很憋屈，然后
我觉得我确实也没有太大的能力了，只能这样了。嗯，我们看一下小毛要不要来啊？小毛要不要来？我们轻轻的晃动一下我们的零食袋子。耶耶耶耶！你不是在生气吗？嗯？你不是在生气吗？啊？嗯，态度变化也太大了。不是生气的嘛，好生气的嘛。嗯？这么快就原谅我了，搞得我都不习惯了。哎呦，你这么快原谅我了。啊，原不原谅？恶龙咆哮。哎。嗯，他是个假粉。等一下。哎呦，急死了。嗯。关关，关关刚才也没这么吃，吃了。我们叫小宝来握手啊。谁来啦？谁来啦？宝儿，宝儿，宝宝来握手。太乖了，你来握手。哎呀，他也学会了，我都没有教他，他也学会了。他看到小宝那样干，他也那样干。好好笑，等一会儿啊，先给小宝吃一口。宝宝脸，宝宝握手，握。小宝，阿毛来了。小宝脸，嘿嘿，真乖。阿毛来，阿毛，阿毛来，你来啊，你来学。阿毛，阿毛，啊，他没有握，他只是闻了一下。来，你看人家小宝，哦，小宝好乖。哎，哈哈哈哈。小宝握了手，阿毛把人家小宝的握手的奖品给偷走了，哎哎，打掉了，现在不太坏了啊，都学坏了，不来了，来握手，真乖，自己学的也很乖。哦，妞妞也要握，妞妞也来握了，等一下啊，看妞妞，妞嘞，握手，哎，好聪明啊。妞妞她是一会儿会儿的，她一会儿会，她一会儿不会。对，不是这个，其实是我骗她的。就之前我怎么骗她的呢？就是我之前会在这个手里放一个吃的东西，然后呢，她每次来碰到我这个手，我就这个手喂她吃的，然后她就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就知道要来碰这个手，然后这个手会给她吃的。这样如果他闻完这个手他不知道来这个手拿吃的话，那就是不会的，他是为了要吃的。他如果是知道来拿这个这边手来拿吃的，就说明他是会的。阿毛就是不会的，看这边手没有吃的，他在犹豫握哪一个。哎，没有，你舔我没有用，是要拿手来拍我的手。他一直看着我这个手的吃的，他知道是这个手是要干什么的，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是正确的。嗯，好，你看啊，你看那个小宝，小宝就是很乖。宝来，宝，他在想动作，因为他刚学会不久。对啦，真乖，他刚刚学会不久。看我们牛牛，看我们牛牛标准握手啊，小猫咪的标准握手。哎呀，他听到我说握手了，我都还没有给他吃呢。再来，牛牛握一个手，嗯，太乖了。你看，就一个小爪子，你就愿意握手了。小地图是什么？我没懂。来，对啦，喏，你看我这个手是没有东西的。如果说这个手里面是有吃的，那它是为了要吃的，就是一个误解的动作。看啊，再来，我们想牛啊，我任何东西都没有吃的，看到没有？没有吃的啊，握手，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会，嗯，这不是那个。不是我运气好，他刚好跟我握手了，他就是会。再来啊，看
看小包的啊，包来握手。对啦，喏，这边手没有东西的。看妞妞啊，妞妞，妞妞嘞，妞妞，握手，先握手，妞妞。妞妞，他又不记得了，在犹豫。妞妞，他在犹豫。好好，给吃给吃，嗯。来，乐乐，给乐乐吃一个，乐乐都没有吃。嗯，小宝再来啊，给小宝再强化一下，给半个给他，不能给太多。八嘞，哎，错了错了，急了。对啦。好乖的，对妞妞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办了。毛毛嘞，毛毛毛毛没有吃的，看他会怎么样。哎呀，好聪明啊！哎呀，毛毛是无师自通的，我没有教过他，因为他那个精神注意不了，他每次都是会开小差，就是不记得要干什么了。再来啊，再来，趁着他现在啃娃，那没有吃的啊，毛毛，嗯，你先握手，握手。哎呀，好聪明呀，好聪明呀！然后再来纠正他的动作，就是让他记住这个动作了，以后再来纠正。他是你把手张开，然后下一次我们把手这样张开，他击上来就等于是击掌了，他就会了嘛，对吧？就是你换一个形式，他就，你看年妞是不是会击掌了？看啊，年妞嘞，年妞握手，来，来呀。不知道握哪里了，那握这个，握这个，哎，打架。嗯，抬头吃一个，来，抬头，抬头吃一个，抬头是学不会的，因为他不爱吃零食。对，阿毛在吃的上面他是很那个的，很会研究的。妹妹嘞，啊，妹妹，妹妹吃一个，妹妹。毛毛走，给你阿姨吃一个。嗯，妞妞，那小乐，小乐在那个底下，可能那个药到了。我刚才收到一个短信，可能是乐乐的药，就是那个保健品，那个自发性膀胱炎的那个。来了，握个手。握手，他不知道在想什么。妞妞嘞，妞妞，握手呀。嗯，握个手。嘿嘿，这次要讲条件了。嗯，好了，吃了。乖妹妹嘞，乖妹妹，乖妹。小宝嘞啊，小宝，小宝，乐乐是他要吃独食，他表示他吃独食的意思。那宝嘞，这边，嘿。哦，他要握拳头才可以。这边，这边，真乖，他还要拍了我两下，好可爱。乖乖妹，那乖乖妹，好的，嗯，再来啊，看嘛，握手，那，好聪明啊，我的小猫咪，好聪明的，再来啊。我把一个那个冻干掰成了好几下，来骗他。来，再慢慢来纠正他，到时候来握手。你们忙，把我的手都咬到了，你们忙。好了，还生气吗？英镑在那个床底下，他听到狗叫，他不愿意进来。给我妞妞和妹妹先吃两个啊，还有我鹿宝。好啦，到妹妹吃了，妹妹，那妹妹，你们都走，你们都走，你们都走，走。对啊，为了吃的，他没有什么不行的。再来看妞妞啊，妞妞，妞妞刚才他不肯握手，再来看一下，妞嘞，妞握手。不记得了，你看他两边手在看，这个猫咪不记得了。来，妞妞嘞，握手。你先握手。
还是亲生的不行啊，这个是奶奶带大的猫，奶奶带大的猫就是蠢呀，什么都不会，看不搞了它。圆圆来，圆圆，我圆圆是会握手的吗？小圆圆来，小圆圆来，小圆圆，它为什么会有问题呢？所有的猫你把东西拿高了它都会站起来呀，一个是好奇心，一个是想吃，它都会站起来呀，所有的猫都会呀。腿有问题它能站起来吗？好了，没有了，没有吃的了，没有吃的了，吃完了通通休息了啊。我想给小圆圆吃一点，小圆圆来，小圆圆，你又开始啦，你好呀。小云云，小云云呢？你别叫啦，来，云云，云云，圆圆，你跟妈妈握个手，来，握个手，来，握这边，来，没碰到，没碰到，没碰到，来呀，手呢？很勉强的，相当勉强了。一共呀，乐乐会握手，大猫是乐乐、牛牛，还有圆圆会握手。小猫他们三个本来妞妞会的，但是今天看他又忘记了。握手，原来，真乖。好，给牛牛吃一个啊，牛牛，牛牛握个手，你跟妈妈握手再吃。手手呢？咦，真乖。吃了，好，乐乐啊，乐乐。没有，要他碰到我的手才可以，要他碰到我的手才可以，他不碰到我的手就是不给他吃，就他碰到我的手了，我嘴里会打响一下，就是让他知道这个是个正确的动作。来，乐乐来，乐你跟妈握个手，哎，好乖的，好乖的啊，我乐，乐乐就是要表扬的，握个手，哎，真乖，拿包来，包。宝儿又来了，宝儿，宝儿，哎，错错，对啦，熊熊，熊熊会打人，熊熊，对，熊熊不会握手，熊熊那个脾气他不打我，我就觉得很开心了。他还会握手，哎哎，小宝，小宝去打妹妹，小宝这个坏猫。阿萌，你吃一下长寿面了啊？没有吃的啦。我洗个手，我的手太脏了，刚才喂的。你们看一下牛牛吧，我去洗个手啊。
便把刚才的碗洗了。嗯，我现在要给乐乐喝一点水。乐乐，我们喝一点水水啊，乖嘛。藏起来了，这个家伙，他一听到这个声音，他就要去藏起来。然后大头一听到这个声音就要喝水，这是我们吃药的碗。你看人家大头，那他觉得我没有找他，他又跑出来了，以为我不是找他的，他以为他误会了。来了，乐，嗯，水水，哎，我来了，他是很讨厌我灌他水的，就母子关系就是这样破裂的。每天要给他喂50毫升的水，哦，每次要给他喂50毫升的水，一天喂2次。然后现在所以我就很期待那个新药来，要是能改善他不爱喝水的情况的话，以后就好办了，就不担心他复发。虽然他没有复发过啊，但是我是很担心的，因为一旦复发过的话，就很容易复发。要变成女孩子了，嗯，没有了蛋蛋还不算，还要变成女孩子，你不乖的话，好好喝水。哎，每天都是搏斗的，给他喝水，再来一口，最后一口。真的就是最后一口，别动啊！最后一口，乐乐，好乖，好棒的，棒棒的，乐乐最棒了，是不是棒棒的？棒棒的，嗯，还有一口。哎呀，这次没有骗你，我已经听到那个滋的声音了。好了，哎呦，哎，喂完了，喝完了，哎，累死了。嗯，流动的水现在，嗯，不是在说那个饮水机都是漏电的嘛？然后我们家也没有饮水机，我搬新家的时候，在原来旧家的时候，那个喝水的是个美国的那个恒安泉，他们喜欢喝，但是那个为什么我没有带过来呢？它如果一脏，那个很大，这么大。这么大，就是这么大，嗯，有这么大。如果一脏的话呢，像锅那么大，稍微像大头那种喜欢用脚去扒拉水的那种猫，它扒拉完以后，你就得清洗那个饮水机，然后每次里面的水洗的时候，至少它都还有个500毫升，我觉得很浪费水。还有有时候脏的时候，你会没有发现，你没有发现那个里面。脏了，如果你没发现的话，那他们就一直就喝那个脏水，如果发现了，那你整个都要倒掉，如果一天脏了2次，你就浪费了1000毫升水，所以我觉得说那个不好。后来搬家以后呢，我就买了那个小的水碗，就是这个水碗，他们还是很爱喝的。至于像乐乐那种不爱喝水的猫，就十分不爱喝水的猫，那大家知道我有一个绝招，就是会把他们喝水的杯子伪装成我的，他们老是喜欢喝我的水，然后我就把那个杯子假装是我喝水的放在这里，然后他们总会来偷喝，就喝得特别来劲，本来一天就喝那么多水了，然后为了偷喝你的水，他要喝好多水。而且呢，这个碗脏了就马上去洗，它小的那个碗很容易洗啊，
像早上起来，你扫地的时候，你看到它里面脏了，你肯定就会顺手就去洗了，它很方便。不像原来那个360的杯，那个饮水机，我真的超累的，每次都要把它端到洗手间去，因为它超大呀，然后把它拆开，然后把里面全部刷一遍，然后再把它组装起来，那个水就哗哗的往里面倒。我说的1000毫升可能都不止，就是那个能把它装满的话，能到它启动它流动的那种状态的话，1000毫升都不止，那个特别大，因为我家猫多呀。对，偷来的水就是好喝，包括那个厕所马桶里的水，他都觉得比他的好喝。找不到，没有找到。是的，还是完好。就一个是，像猫多的情况下，你可以把碗放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像你看到，我的这个阳光房有4个碗，然后房间里也有4个碗。然后在那个门外，就是刚才 Rio 喝的那里，其实也是猫的碗。我家的楼道还有，一楼都有猫砂盆，有猫碗。这样的话，他们会被关在外面，或者是他们到楼下去玩，也不会因为说懒得上来喝水而不喝水。把 Rio 放进来啊，等一下 ，Rio 回来。自动的它是确实是。会，就是如果它流动的水，它确实是会喜欢一些。因为360，我的那个360，它不是那种，就是那个电动的水啊，一直这样子，就是满上来再下去而已。360那个像瀑布一样的，就是那个水会从上面就有这么高吧，会有个20公分高吧，会就是那个那个落差会有20公分高吧。像他们就特别喜欢去舔那个。正在流下来的水啊，他是喜欢的，只不过说，360太大了，他没有小的。如果有小的，我倒是愿意买的，但是那个滤芯啊什么那些又特别贵，小的和大的我觉得滤芯都差不多的。他在找乐乐，你要跟小熊玩吗？人家在吃东西。对，他在看有没有剩饭。夏天肯定是他爸爸带他出去了嘛，这个家伙刚才应该是出去玩回来的。没有吃的，没有吃的。来啦。没有吃的。他在看狗，他看不起狗你知道吗？他觉得这个狗太奇怪了。毛是不是胆子挺大的？找吃的，狗是不饿它也要吃的，狗不知道饱的，它闻到那个肉味儿了，它就是想吃啊。Rio 来 Rio 来啦，没有吃的，都没有猫理它，一个猫都不理它。来，过来了。小毛不吃饱，他活该，不管他了。他肯定没有吃饱呀，才吃了两个那个鹌鹑冻干，怎么能饱呢？乖了没有？妈妈，这个狗狗碎碎，他还是不敢，他只敢最多就是去个厨房，最多去个厨房。Rio。出来，进去干什么？又想搞什么事情？他会搞猫砂盆的。对，这个直播呢，待会儿播完了以后呢，我就会马上上传这个今天的直播。
然后有一些同学呢，他觉得说不喜欢看直播，觉得太长了，然后又没有音乐，又没有剪辑什么的，那就不要看，你看那个时长就行了。比如说你看到两个小时你还点进来，然后你又嫌我长，这不是矛盾吗？对不对啊？你既然不喜欢长的，你看到两个小时的你就不要看了呗。又不是不能选择，我逼着你看，或者是说非要你看，对吧？不喜欢长的就自动跳过去就好了。这个是因为有一些小伙伴他没有时间看直播，然后让我来把这个视频发出来，让他们可以看一下回放，所以才放上去的。水什么视频没有，完全没有必要。然后那个今天来晚的同学呢，待会儿可以看回放。还有一个是明天，明天就是没有看够的话呢，明天微博的直播我改成了晚上直播，晚上7:30。Real， 你看他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微博呢，其实有很多微博的用户，没有用 B 站，所以说就像我们哔哩哔哩的小伙伴也很多没有在微博。也要照顾到微博的粉丝，因为微博的粉丝更多。所以说每周我会有3场直播，一场在微博，一场在哔哩哔哩，还有一场在油管。那对对对，如果是说时间允许的话呢，都欢迎大家一起来玩。对，有很多是没有的。是的，还好。其实是最近时间没有安排好，所以在下周呢，我会把微博的时间改在周五的晚上或者周五的下午。因为哔哩哔哩的学生比较多，然后周五播的话，很多学生就看不到了。所以把微博的时间改在周五，因为微博还是比较多大人嘛。然后周五的晚上也算是半个小周末了吧，到时候我这么改一下就比较舒服啦，因为一天两场的话真挺累的。主要是说为了跟大家多一些互动，然后大家多了解一下我们现实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们能看到他们平时是怎么样蹦蹦跳跳的，而不是从我剪辑后的视频里看到，所以说才会直播。是的，要提前通知的。反正现在B 站的时间是不动的，改的只是微博。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了。没有看够的同学呢，待会儿可以看一下回放，也可以明天到微博来看。喂。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谢谢你们来。喜欢我的朋友还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西瓜视频、优酷、土豆、爱奇艺视频、好看视频，还有百家号李希猫，还有头条李希猫，还有知乎李希猫，还有网易李希猫，各种李希猫，油管李希猫。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周工作学习都愉快。现在还是不可以太放松哦，出门还是要戴口罩，回家还是要洗手哦。好的，拜拜，谢谢你们，么么哒。